一转眼10天又过去了，今天呢又迎来了开放日，我跟露露这回要准备出去吃好吃的去了。时隔20天，终于来到了大城市。露露，快说一下你此刻心里的想法。露露呢是想喝奶茶，然后现在找到这个霸王茶姬，喝点茶。它这上面呢是每一个热量都给标注出来的。点了个伯牙绝弦。太美好了，是不是？好久没喝了。我们现在呢也没有其他什么事了，就只是剩下吃了。我两家是哪家？我不知道。你代表重庆，然后我代表重庆，我们是不是剪刀布谁赢的是哪家？来吧，石头剪刀布。走吧，开始剪了。时隔20天，哎呦喂，终于看到了这些爱吃的、想吃的、流口水的，看一下口水掉下来没有？最爱吃的毛肚，就是做梦都在馋的。你吃辣的还是不辣的？辣的。确实，把肉都长到露露身上。瞬间都感觉不香了，是吧？恶毒的女人。有一个词呢，叫做满足。露露，快吃这个，这个很香，吃了很胖。是不是很香嘛？你就说是不是很香？香是香。一边吃一边被我打击。下次就把我给劝退了。吃饱了没？吃撑了。吃饱了没？这一顿够满足吧？晚上回去咋办啊？晚上我已经在后悔了，还晚上吃饱就后悔了。我决定了，晚上不吃了，再吃的话，这20天就白练了。唉，估计回去又要重脸筋了。放纵一次要用几天来减啊？还债了，每天都要还债了。5天过后见露露。我会想你的。我也会想你。跟露露吃完饭呢，我是坐了一个顺风车上杭州来了，在这边找了一个房间休息2天。就这2天呢，脚还是一饱一饱的，没办法，就说大力的用力去剧烈运动，请了5天假，这5天呢躺平2天吧。然后23号、24号是官方这边有一个活动，到时候看去参加一下。我现在的目标呢，就是多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，各种学习就完事了，好吧？今天晚上呢就不吃晚饭了。尽量保持一个初营的体重吧，希望我回营的时候还是那么多斤，不要胖就好了。这2天也不要乱吃。行了，那这期视频就这样，今天吃的是真的很愉快。